三個中場黨。今天的題目就是Kelvin 好像是最近是比較是熟悉的，就是一個移民問題。特別是台灣移民，現在三個唔係兩個主要的發展啦，唔係即係兩個主要的方向，一個就是大馬，一個就是台灣。咁啊遠少少就是呢一個嘅葡萄牙，亦都有人講是新加坡。咁啊呢啲都是我哋講話近年即係近來熱門的香港即係呢個逃亡的選擇。係葡萄牙大師好早講啦。係咁有啲咩值得去講咧？你講台灣先。講台灣啊，講台灣其實。因為我啱啱係尋日去咗一個友好傳媒個幫手講一個講座，其實唔係主要講移民嘅，只不過係講而家局勢咁樣啊，點樣投資啊咁樣。只不過講起台灣嘅嘢嘅時候咧，因為我啱去完台灣上個禮拜，咁啊順便講下啦。哇！跟住台下啲觀眾啲好熱好踴躍去發問，亦都有部分嘅觀眾係啊佢已經報名啦咁樣，咁我覺得係即係呢個報名搞緊搞緊台灣，係佢話係同我自己身邊嘅朋友係咁樣，係咪幫蕭若元？佢唔係好多㗎，其實佢唔係，其實係啦，唔係淨係老蕭姐老蕭一個嘅。咁呢、這個你即既然響口就冇，我都唔介意講啦。即係我會覺得啊，老蕭都即係有份參與呢件事嘅時候，即係佢都。即係敏感啊嘛，對個市場，即係我諗係佢都覺得呢樣嘢係一條財路好，或者係一個會有市場嘅嘢咯。咁我值得討論一下。對老蕭嚟講，呢單嘢賺好少嘅啫。但係即係當然我好聽啲就佢只係想為人民服務啦，為市民。咁唔好聽啲，佢其實咧即係好需要翻老蕭，即係佢就算賣嗰啲即係最緊要啫，都講賣一啲嘢啊。咁所以因為咁需要化嘅人，佢既然係研究咗咁耐去台灣，佢自然唔放棄呢個機會，希望去揾翻啲錢。我覺得你去台灣又同去其他你頭先講嗰笪地方咧，係有個幾唔同嘅地方。我都唔講佢係咪即係個。錢個門檻比較低啲，我諗佢最吸引嘅地方就係個坐嗰個移民監比較短，你又好近嘅時候咧，你變咗其實係你有份工，只要唔係話你有份工嘅，就算我大半年唔做嘢啊，咁你就可以過咗去11個月咯，咪係咯，跟住攞埋假咁樣。如果一年就11個月，如果兩年就200多萬，係啦係啦，咁你變咗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如果你份工你可以遲咗擺一年時間，十一個月時間過好，又或者你原本係好似我呢咁嘅身份，即係好你啲身份嘅話，做嘢比較唔使話朝九晚五嘅香港工作，都係可以即係飛嚟飛去啊，唔使一定要個日日都坐喺度嘅時候。咁其實你兩年走270多日嘅話，如果我唔睇我美國份工嘅話，咁我絕對冇問題嘅咯。咁好多香港如果係打呢啲比較散工啊，散工都有高級散工同埋啲低級炒散噶嘛嘅人咧，咁變咗係佢一來頭嗰一兩年移民監係比較靈活啲。二來就係話佢最後都唔使，其實主要你移民台灣嘅一個難處就係嗰邊人工低啊嘛。咁你如果係貪個好嘅就係嗰邊生活費平。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做嘢賺香港錢，然後一放假或者係你可以做嘢嘅時候唔使香港嘅時候就過咗去台灣嘅話，咁就會個咁嘅生活模式嘅話咧，就係其實會吸引到一啲除咗退休以外嘅，即係仲係即係可能。打緊工啊，或者係即係做緊嘢香港人，我覺得呢個係佢優點咯。我覺得台灣嘅好處咧，佢有兩個好處，因為第一就真係近，佢係香港最多機來往航班咧就係台灣。第二就係佢始終都講國語，即係大家方便啲。雖然我有時候我都覺得幾好笑，就係你想你最憎逃避大陸講國語，然之後你去台灣，去到台灣就全部講國語，到老就你都逃避唔到個國語。繁體字先啦，最難度去香港。你就贏咗繁體字，你就贏繁體字。O、OK, K， 但係口度你話，同埋你發現台灣其實好似大陸嘅，台灣似大陸多過香港似大陸好多。即係台灣啲人好熟啲大陸明星啊、大陸節目啊，我睇佢哋講嗰啲嘢咧，即係香港人好格格不入㗎，但係佢哋同大陸好 close 㗎，唔知點解㗎。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新加坡是貴的，但其實馬來西亞和葡萄牙都很便宜。馬來西亞和葡萄牙，即是台灣不是什麼，但是相對來說，即是這三個地方，如果它確有比香港好很多的地方，但香港人如果大家住慣了香港，因為你們跟香港永遠都是不慣了，但台灣你比較容易一點融入的。台妹都比較容易一點融入，覺得。台妹就當然是又是第二個話題來的啦。不是，這個我就覺得叫港式移民，即是跟我們小時候，即是80年代六四或者97
年嗰個唔同。喂，嗰陣時嘅移民咧，你係真係某程度上有決心，就係同香港 cut 咗個 link。所以點解有好多人話：哎，我翻翻嚟香港買唔起樓啫？因為嗰陣時你連層樓都賣 Q 埋啊嘛。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你有決心，就係會喺嗰度生活㗎啦。我係講話咧，你可能會留翻條路，係有機會有一日會翻嚟香港做嘢。但係其實你即係點解會有一樣嘢叫回流啫？就係因為你從來係諗住喺嗰邊㗎啦嘛，你後屘先係覺得要翻翻嚟香港啊嘛。喂，但係而家嘅港式移民就係、是、喂，譬如我哋講呢個馬來西亞又好，你講呢一個台灣都好，喂，所有人計住嘅都係咩呢？就係、是、喂，咁我要離開香港幾耐先？喂，咩叫離開香港幾耐？移民啊，大佬！你離開香港幾耐，咪即係你根本就唔係移民咯，你根本就只係諗住買咗個國籍翻嚟，或者買咗個居留權翻嚟，然後就翻嚟香港咯。同埋我就想講，即係最簡單，我身邊所有嘅 friend 係搞緊移民嗰啲人，我就問佢一樣嘢啫。咁你會唔會連你最後一層樓都會賣埋啊？就係、是、唔會。唔係佢就係因為九七呢個 learn your lesson 就發覺咁樣好太賴嘢，係啊，見到太多即係全部回流翻。就第一，原來你係好想翻嚟嘅，就算係最決心嗰、那個，所以先話香港係最好嘅地方。最決心嗰個叫魏康。魏康是已經最決心了，到最後那天不住回來，他說晚節不保，他自己都說。第二呢，即是他是跟老婆固然，但我就覺得他老婆是跟他走的，為什麼他跟老婆回來呢？okay， 第二就是你原來你永遠離開香港蝕底的是你自己，所以呢就，但是我大陸人去外國是永遠不會回來的。對，不是都會回，但很少，你真的有一個很大的誘因，賺錢的誘因你才會回來。即我想說的就是 cut ties 和不 cut 之間的分別。喂， cut ties 你最後回來你會後悔你之前做過的事、喂，但你現在做過的那件事是你未做已經後悔的。喂，不是，萬一有什麼我回到香港先，我搞多久可以回來香港先，即這個即叫什麼移民呢？不是，所以就是Okay， 就係因為咁樣，所以台灣又有啲吸引嘅地方咯。最吸引唔係，最吸引係葡萄牙，因為葡萄牙咧係住兩個星期啫。兩個星期，你只係住兩個星期啫，我覺得。唔係，但係葡萄牙因為貴少少，同埋咧葡萄牙你會覺得咧，其實佢真係人間天堂嚟㗎。但問題就係咧，葡萄牙你會覺得就係、是、誒，咪仲有葡萄牙，你唔識葡萄牙文，我全家都葡萄牙人籍嘅。唔係澳門啊嘛，你咪就識個澳門妹咯。如果澳門妹只有佢有葡籍嘅話咧，你跟佢貨去搞就係容易好多，同埋唔需要錢㗎啦。但係葡萄牙你記住。佢嘅問題就係佢係兩個星期，你就可以住兩個星期你就得㗎啦。係咁，但係問題即係你誒對呢個唔知過幾多年嘅，但係你只要住兩個星期就每年。係咁問題出現係一樣嘢，個問題嗰入就係要葡萄牙文考。哦，但係佢如果你家屬係葡萄牙護照，你都可以申請，因為我你唔係你要入籍，你要考葡萄牙文試，即係等於希臘咁，據説入籍考希臘文，佢好似又冇人係能夠考得，好似又冇人能夠考得個試合格嘅，但我唔知道磅水賄賂得唔得啦。但係聽，因為嗰個考入籍試嘅問題，咁應該建議啲想搞啲門生意嘅朋友，應該有葡萄牙嘅投資移民咧。你去攞咗 permanent resident 先，咁佢你有咗個居留權，但係你冇攞先，你冇攞先就你住夠咗你要入籍嘅，係啦。因為咧，佢其實喺進加拿大都試過，之前而家攞啲楓葉卡咧，佢話：哦，你太耐唔住，你太耐都唔申請，哦、有個危機會 cancel。你 cancel， 你一定要做咗 citizen 之後，我簽證咗你先嘅，先100% 嘅。咁但係問題，你 usual 你入籍，當然如果你係 permanent resident， 而且你長期喺當地居住嘅話，我識到好多加拿大嘅，屌廢鬼事換，即係唔係問題，係冇分別嘅。你嘅住㗎，即係落卡唔換。如果你長期即係，但係你唔係長期，長期離開嗰個國家，咁呢個好矛盾喎。如果你長期喺嗰度住，你都應該學埋葡萄牙文啦。但你唔係長期喺嗰度住，你諗住攞一樣嘢嘅話，你又好難會學到葡萄牙文喎。即係呢個真係好 Q 矛盾。係，其實希臘啊，好多國家都係會咁樣嘅。唔係，其實馬來西亞都係咁嘅。馬來西亞依家都係俾十年嘅居留權你啫嘛。你只能夠 assume 你買一層樓，你有個十年嘅居留權，十年後佢會續俾你嘅啫。佢係完全可以唔續俾你嘅。係，當然你如果住夠咗你得，但係住夠對香港人嚟講，住夠係最麻煩啊嘛。咁我作為一個，因為啲人咧成日咧，我講 BNO 好過特區護照啊，即係成日講嗰啲嘢，我成日取笑啲人都傻嘅。我話呢個世界上你點樣好過啫？呢個世界上嗱，你有兩條女假設，一條女你話呢條女好過嗰條女，你話嗰條好過呢條女，但問題係我殺曬㗎嘛，你兩條女殺曬㗎嘛，咁特區護照你又唔係話攞到 BNO 唔可以攞到個特區護照嘅，你點解唔可以兩條？嗱，我見到有啲比較係。
堅持啲，或者係覺得自己係型啲嗰啲，我就剪咗張特區護照佢，我就淨係用 BNO 啦。咁講，即係喺 po 曬上 Facebook， 佢可以隨時申請翻嘅。分別不大，因為咧其實 BNO 而家暫時你英國點講都好啦，佢都好多嘢都係同特區護照係掛鈎嘅，即係好多好多福利。如果你取消特區護照即刻嘅話，我諗 BNO 都係即刻回個能力會相差好遠嘅。但係即係喺我嚟講，即係話。咁你有兩條女嘅好一條女啦，三條女好兩條女，四條女好三條女。即係如果護照呢樣嘢係唔好使本嘅話，如果你而家俾葡萄牙護照我都去㗎。不過你話考葡萄牙護照，葡萄牙試我唔制啫嘛，即係而家話保加利亞好容易，我都有朋友即刻300万買咗保加利亞護照嘅。即係我覺得護照呢樣嘢係視乎成本效益嘅。咁我覺得如果係唔使本嘅話咧，你去到邊度轉台灣護照唔介意，問題就係十一個月嗰度點搞啫嘛。如果我係唔使成本嘅話，我都會去搞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就算。所以依家我問嘅嘢就係、是，我哋今日雖然個 topic 我聽緊都會寫係台灣移民，但實際上佢唔係移民喎，你只係買保險咯，即係只係一個海外嘅保險咯。就同我調翻轉我話咩？日本又唔同，因為日本有好多年青人咧，佢哋係即係喺日本唔夠錢使啦，又找不到工啦，咁佢哋就會去泰國、去東南亞啲生活水準比較低嘅地方喺嗰度住。咁、可能佢儲咗筆錢，佢就覺得慢慢搣有排搣，亦都可以喺嗰個地方度做嘢。咁、其實佢係保持咗佢自己嗰個嘅護照啦，佢個國籍啦。去到海外唔係為咗移民喎，但係佢做緊嗰樣嘢就真係移民啦，因為佢真係唔諗住翻日本，因為日本個經濟環境或者個居住環境係唔能夠承擔。喂，我係香港人調翻轉，我係講就講移民，但實際上係從來都冇諗過移嘅。你只係諗香港萬一有一日撲街，你有個保險可以走去海外啫。同埋佢嗰咁近個零鐘頭機嘅話，雖然排隊排耐少少入境嘅時候，但係攞張即係成日去嗰啲就可以快啲。但係佢哋會覺得喂，咁我過去 hea 下，即係我當旅行。度假。佢租間屋咁鬼死平。嘅時候，我租一年嘅話，即係已經可能即係去得幾次已經平過你租酒店啦。唔係，又或者你買間屋，未知嗰啲人咪咯，佢就買間屋。跟住我有啲朋友講話，我平時其實好似即係大陸人落嚟香港咁樣。係啊，咪就買層樓。我就買層樓，即係啦，即係我自己過去有得住嘅。咁跟住我有朋友去嘅時候，你嚟我度住下啦。咁我又俾鎖匙人哋，咁咪即係做呢樣嘢咯。即係台灣都係幾 habitable 嘅地方嚟嘅。即係撇咗台灣妹唔講講之外咧，佢都仲係好 habitable 嘅。即係譬如你去高雄啊嗰啲就更加平啦。咁即係至少你個文化文字啊，咁啲嘢都會企你嘅中國大陸，企你嘅中國大陸。即係中國大陸唯一比台灣好嘅地方，因為佢比較大啲，咁會比較繁榮啲。同埋佢你可以容易揾錢啊，最緊要。如果單係講住嘅話，佢係唔夠台灣好住。唔係，所以我最尾講咧就係啲人話：哎呀，台灣會唔會適應啊？其實我覺得多餘，你根本都冇諗住喺個長住。你諗住買個保險啫嘛？嗰度點樣樣生活啊，都唔關 Q 你事啦、啊。咁住兩年都好慘啊嘛！你嗰度，你即係你都係咁，你就嗰一年咯，你咪就捱一年啫嘛。咁啲人講，哎呀，咁我住喺嗰度長住咁點？你都冇諗住長住。嗱，第二樣嘢我真係好討厭就係、是，喂，你哋成日都講話咩咩咩守護香港啊，乜叉叉啊，即係仲有嗰啲啊，即係呢啲 KOL 啊，講到明自己點樣好關心香港。屌，第二個轉頭你就去搞個移民生意，自己仲要新鮮事即係移民，即係咧你仲講乜差嘢？即係你點樣樣講？你如果講轉個頭就去移民咧，咁咧你就可以有好多人。我梗係我劃曬出嚟㗎，我梗係劃曬翻嚟㗎，我劃曬佢哋㗎。唉，不過唔再講啦，好，呢次去到呢度啦。